好，在我身后方你看到的就是安迪沃霍的这一个普普艺术。那么在我今天来到的这个空间呢，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后现代艺术的一个空间表演场地，它结合了艺术文化活动，那么基于一个空间里面，你很难想象这个空间包括还有轨道，就是火车轨道也在不同的时间交错，那么同时的去临场和感动和震撼每一个人。在今天的这个空间场地很特别，它是艺术的仓库，也是仓库的艺术。我们呢要跟所有的朋友介绍它的主人，它的主人呢也很特别，它也是新主人，同时也是在国际相当知名的音乐人，就是 OBO 王子。 OBO 就是黑管，你知不知道 OBO？ 黑管就是早期这个黑猫歌舞团他们一定要有的必备。那么真的在我们国内首席他就是蔡兴国老师，我们现在有请蔡兴国老师跟所有的朋友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表演空间好不好。来，有请老师。哎，老师跟大家问候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蔡兴国。好久不见蔡老师。今年的哦，嗯，我跟老师应该算是同学，因为我们今年都刚刚好26岁。哦，对对对对。哎，蔡老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时候你来这个管理这个空间？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很特别，特别哈、哦。嗯，它其实它是一个台铁的，一个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仓库了。哦，莫怪。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段时间我多半都是在上海。我觉得这个空间让我直接连接到四行仓库，也就是在苏州河边的很多的老仓库，现在已经改成现代艺术空间了、嗯、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把一些动态的或者是静态的艺术表演就置身在那个所谓的老建筑形式里面。没错。那么老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的证明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新竹市铁道艺术仓库，艺术村。铁道艺术村呢，你看火车又过来了。对对。而且你看从这里面就可以真正活生生的看到火车。火车哎，嗯，它真的就是火车，而且火车还在旁边动哎、啊、早期这个地方啊，我们是怎么看呢？我们是从天桥上面看下来、哦、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它就是天桥底下的那个谷仓。没错，这个是从2号3号4号5号，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2号半。然后更特别的是你看到的，除了它只是一个谷仓的环境之外，它现在又是一个餐饮结合，就是结合生活，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一个最实际具体的空间。那么在这里面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动态的活动表现？有，我们其实每个月好像是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些艺文活动。艺文活动、嗯、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想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好久不见的这个OBO王子是不是愿意在现场跟我们来上一曲好不好？掌声鼓励。火车呢，我们就会直接联想到了希望还有别离。火车呢，帮我们接续了非常多的人生风景和画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新竹的铁道艺术村里面去享受这一次这么难得的音乐艺术场面。我们要特别谢谢在这边负责的杨大姐。好，大姐你好。这个每一道菜在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对不对？对。尤其是每一道菜它是用心把它呢呈现出来。我们都希望你来到新竹，除了吃新竹的贡丸还有米粉，当然不要错过了还有杨大姐她从爸爸手中所传承出来的这一些家常味哦。那么其中呢有一道呢是她觉得是最有意义的，大概是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对。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道是什么呢？竹笋控肉。竹笋控肉啊、嗯、是因为新竹所以才用竹笋吗？还是这是爸爸觉得只有笋烧肉？你的爸爸是苏东坡啊？啊，因为苏东坡才知道笋烧肉啊、嗯、那你也知道笋烧肉是这样一个浓纤合度的一个非常绝妙的搭配，是不是？因为我父亲他对
就美食他也是很喜欢，在外面吃的，然后他就回来就会想学、哦、想做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一道笋烧肉是爸爸传递的、嗯、其实你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在肉下面衬底的就是很好的笋干，这个笋干呢就刚刚好可以把三层肉的油脂把它吸附，越炖越香，纤维就越细越好吃，对不对？对对。还有呢，这道是什么呢？蜜汁排骨，烧肉，蜜汁烧肉是不是？对 对。哇，看起来就好像鲜嫩多汁哦，好像有好多猪哦，哈、哦。这也是由我爸爸带，因为我们小时候，我爸妈都做这种给我们带便当吃到大。哇，真的很幸福哎！那个年代，那一定是家里面有钱才可以吃得到。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日本时代的那时候的 teppanyaki 所做出来的这种手法，鸡肉呢把它做成好吃的绍兴醉鸡，那么吃起来呢，我刚刚感觉也是非常的鲜嫩多汁。希望你下次有机会来这个铁道的艺术村来试一试，这只有新竹才有，而且新竹呢是全台湾五座铁道艺术村的首站，那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还不如就来到第一站，就是新竹的铁道艺术村了。在我们人生呢，本身呢就会经过了许多不同的转捩，就好像我们要过站一样，那么一站又接着一站。那么人生呢，如果懂得转弯，那么生命的价值就会变更宽。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杨大哥呢，他其实早期也是电子大亨啊。你好，很高兴的看到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圈里面，这样子经营的有声有色。是是。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兴奋和怎么样的一种愿想，想要来把它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提供给大家。嗯，对，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硬体设备非常很好，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博物馆一样。是是是是是，那个铁道的仓库留下来，是是，这个就是古董。对对对，把它改造，历史的痕迹。对，而且真正是把它具体。对，这个在过去来说呢，还真的是尘封已久的回忆。那么就像这个杨大哥，你很棒哎，从前呢也做过大生意，然后现在呢，终于呢，人生当中哦，那么经过了不同的这个我们说人生风景之后，他觉得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然后跟他一个下一代来，想想你好，跟大家挥挥手。你看看这个型男，就是他的，这是他的得意作品啊、哦。三。老三啊，三在这里面，大家就是全家人，家人同心协力，然后来经营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村餐厅。那像现在火车这样走过，带了又是满载的希望，通过了我们的身边，对不对？对。然后呢，你能够配合一个，这个 cake 也是你们 order 的吗？对。你们去 order 的是不是？对对。这都 special order 的，然后再给我们一杯咖啡。哇，今天这个型男特别为我们。这是现磨的咖啡是吧？对。通常现磨咖啡哦，不要急着喝。哇，真的很香哎。对。我最喜欢这一种黑咖啡，因为在纽约人最喜欢喝的就是这一种黑咖啡。然后呢，法国人也喜欢这种黑咖啡，只有呢性情比较急躁的人才喜欢喝那种 espresso。我们呢比较 peace。喜欢这种淡中有味的黑咖啡，希望下次你有机会来铁道艺术村来体会这一种，这个不同世代的这个美男子所呈现的为您服务的品质。